在家了。现在几点？5:18，就这么精彩了。这边一只嘛，然后刚才上面这边，这里还有一只，躲起来了，蜂鸟。哎呀，两只又回来这里了，太复杂了。现在两只幼鸟在这，然后公鸟在，哎，公鸟在这。哎呀，漂亮的节奏。再拔，它刚才飞回来，脚上有一只吧，就是看起来羽毛还蛮多的，对。那这样冲，就冲出去以后，就抓一只回来，你生意也太好了吧？又一只飞回来，哎呀，好紧张啊！